梁永生出现了，我差点弄死他。梁永生，武蔵郎，梁永生は探せ。小子，ご安心を。梁永生は、必ず、殺せ。 报告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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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报告没
你是啥人？为啥要帮俺？俺认识你。你是梁永生。县长给你授民族英雄匾的时候，俺也在场。行了，屋里头说吧。啊，等会儿我收拾完了，我送你出去。哦，算了，俺干的事儿，别连累你啊。你现在自己走，我保证。 你走不出去二十步，肯定被日本人抓住。站住！哎哎，就你没听见？咋了，老总？这是什么呀？ 哦，这个呀，正是我要去给太君送的饭。嗯，先看我看看。这东西是你能看的吗？跟你说了没有？这是给太君送的饭，一会儿误了时辰算谁的呀？咋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太君好。神子。哎，太君，你认识我啊？哎，你等一下。来来来来，牛肉。哎。 牛肉，牛肉，尝尝。嗯，よし，よし。行，你等会儿啊，你也来一块儿。哎，这是你的，来尝尝尝尝。嗯，还可以吧？よし，よし。哎，太君慢走，慢走啊。 跟着他们误路呗，不过他们倒是都认识我，他们老上我这儿来吃饭。行，走吧。哎，二少，要不就到这儿吧，俺自己出去就行了。这可不行啊！看现在城里这个情况，你一个人肯定出不去。这样吧，我先把你送出去。走吧。 你们两个站住！我说，几位老总，您这是干啥呀？干啥老跟俺老沈过不去呢？哪儿那么多废话？闭嘴！把头抬起来！哎，别别别，老总，这是俺兄弟。
他就是给太君送饭，太君都认识他，你难为他干啥？快点，把头抬起来。别，那兄弟，那你就把头抬起来吧。你是梁生？哎，老总，他咋能是梁永生呢嘛？不是，你肯定是弄错了。梁永生在这儿呢。梁永生，那还有，啊！行啊，兄弟。梁大哥，有武艺，好身手。我这算啥武艺？我在你那儿，这算是花拳绣腿。对了，那几个咋样？都撂倒了。老婶，干啥呢？他几个都没危险了，至于吗？梁大哥，俺过去是杀牛的，杀牛讲究一刀毙命，你要一刀杀不死牛，就会跟你拼命。一头疯了的牛，连狮子跟老虎都不敢惹他。这几个人已经发现你了，留住他们肯定会是祸害。也是，那咋感谢你啊？谢啥？换了你也会这么帮我的，对不对？从今以后，只要你们多杀几个鬼子，把这日本鬼子彻底的赶出中国，比说多少个谢字都管用。行，老沈，俺觉得你这人不错，俺愿意交你这个朋友，俺叫你一声兄弟。多谢大哥看得起。梁大哥，兄弟，俺真有事儿，俺得先走了。走吧，这儿交给我了，你不用管。将来咱再碰上，不管啥事儿，你只要用得着的地方，刀山火海，俺无二话。保重。大哥保重。承认你的功夫比俺好，不过咱俩的功夫也就在一两招之间。擂台上你拿的是长刀，可现在你手里只拿了个短刀，这一次你是赢不了了。俺以前以为你是个好汉，没想到你跟巴洛斯一样，也是个赖皮狗。你他娘的，快说话，跟他废啥话呀！弄死他！
先出去再说。快走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四哥，快说啊！梁生呢？梁生跑了。跑了？没事，没事，找老爷去。走。走。